立法會財委會在抗議聲之中通過高鐵兩項追加撥款，就我宣布咧，係將兩個項目咧係付諸表決。咁所以我會咧係喺適當嘅時候咧，就會進一步咧係去審閱呢啲嘅。請楊岳橋議員離開會議廳。財委會喺下晝嘅五點左右改到會議廳舉行。新加入議會嘅楊岳橋不滿陳鑑林拒絕俾佢先發言，先處理臨時動議，喺座位上邊攞住大聲公發言。陳鑑林宣布將楊岳橋趕離會議廳，其他泛民議員上前保護楊岳橋，陳鑑林就宣布將所有拒絕翻返座位嘅議員趕離會議廳，又認為議員等同放棄提出臨時動議嘅權利。陳鑑林隨即宣布表決兩項撥款。2015-16-46號文件付諸表決，請贊成嘅舉手，請贊成嘅委員請舉手。請反對的委員舉手。請反對的委員舉手。好啦，嗱，我哋我認為咧呢一項嘅表決咧係獲得通過嘅。